大家好，我是夏媽。今天花了15块钱买了一些五花肉，加一碗糯米粉，来分享一个特色做法。准备一些花椒、小茴香、香叶、桂皮、八角。八角我们给它掰开。锅烧热后，把猪皮烫一下，去一下腥味。把准备好的香料入锅炒一下。不相同。